尊敬的各位法师、各位同修大德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是我们第六个期的大回向，功德圆满的一天。时间不知不觉，随着我们的妄想在流转。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没有打妄想啊，我们在念佛，没有妄想相当不容易。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妄想当中过日子，过得有点辛苦，有点累，好不容易有一点兴趣，想念念佛，谁想到啊，这句佛号又这么难念，真不容易。开始的时候有些不了解的朋友还很瞧不起这一句佛号，不就一句阿弥陀佛吗？有什么好念的？来念念看，不容易。如果只是结个缘，随随便便念一念，那就很容易了。如果是要真心的去念，那就相当不容易。所以不要小看这句佛号，真能念佛真不容易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我们在生活中几十年来，年岁大的同修八九十年的都有，年轻一点的也二三十年过去了。想想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苦磨难委屈，何尝少过。但是那些经历过之后并没有什么价值，顶多它就是生活的经历。而念佛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痛苦磨难委屈，将会成为我们往生的资粮。两个都是苦，不一样。比如在外面赚钱也很苦，做什么事情都很辛苦，到头来不过是一些物质上的收获。在这边念佛也会有一点点苦啊，完全都没有苦，我们就不想往生了。所以有一点苦还是要的，这样才能激发我们求生净土的愿心。不要老想，哎，这里条件很不错哦，过几天就分房间了，房间还有空调，哎，都是五星级设备，在里面住着多好，空了就念念佛，下来就讲讲闲话，
每天再听一两个小时的经，认为这样可以养老了，也根本就没心思想真心念佛了。所以多少有一点点不如意不是坏事，让我们自己对这个世间升起出离心，出离心升不起来，我们这句佛号不太容易管用，我都不说相应了，管用不太容易管用。什么缘故呢？因为我们已经慢慢的在适应的环境中麻木掉了，所以偶尔有一些不如意，没准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在加持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往这一方面去引导自己的心念，而不要往烦恼轮回中去想。这段时间以来，大家念佛都很精进，至少这么多期下来都能坚持，我觉得这相当不容易。我们不是打一个期两个期，也不是举行一个法会活动一两天就散掉了，长时间，这需要耐心，能够坚持下来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功夫。这功夫在哪里呀？水滴石穿，功夫就在点点滴滴当中。你看那个屋檐下面的石头，现在看还是好的，我们大殿新的，一年两年看不出，三年五年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几十年下来，那个石头要不换的话，就是一个一个像念珠一样的小洞，可以想见。那个水就是一滴，这一滴一滴的水加在一起，估计也不会有多少吨。但是如果把这几吨的水一下子倒下来，那个石头啊，只能洗得更干净，不会有窟窿。但是它一滴一滴盯准了一个方向，一直滴，长年累月下来，石头给它滴穿了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叫长远心。发勇猛心的修行人很可贵，勇猛心是什么呢？几吨水一下倒下来，很可贵。但更为可贵的是长远心。长远心就是持之以恒，定力在其中成就了。不要烦，不要躁，不要急于求成，也不要懈怠懒惰，就是这样点点滴滴，绵绵密密，功夫不知不觉成了，水到渠成，将来往生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，得大自在。所以无量寿经上说，虽一世精进勤苦，须臾间耳，哪怕这辈子都这样辛苦，也不过是一转眼的功夫，更何况我们这辈子差不多已经过去一半了，想想看后面还有多少年。因此我们需要掌握重心在哪里，要不然我们会被很多琐碎的这些境缘给影响，弄不准自己的方向。
这是先跟大家简单的理清一下我们前进的方向和用功的原则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认识另外一位大祖师。大家看《大回向文》第八页，顶礼三祖南岳波州远公大士。前面我们对初祖慧远大师、二祖善导大师做了肤浅的认识。其实，我们需要不断的对这些祖师去了解，才能加深我们对这个法门的认知。有很多人问，修行我要怎么修？以谁为榜样呢？祖师就是我们的榜样。这么好的榜样，我们不去学，不去了解，我们还等什么呢？也有些很无奈的讲，说我也很想找个榜样去学，找来找去都还不如我，算了，不学了。这叫自甘堕落。真的以为自己超过祖师吗？所以，真有心学，历代祖师都是我们的榜样。三祖，我们一心顶礼，大家坐在这里可以观想，一心顶礼三祖，第三代祖师，南岳是讲的地方。五岳当中的南岳衡山，大家都不陌生。乌州是讲的道场，跟前面一样，东林、光明，这都是道场的名字。那播州呢？这个道场它原本的名称叫弥陀寺。播州道场是唐代宗皇帝起的名字，这里面有因缘，后面会进一步介绍。远公大师，这个远公跟前面初祖的远公，在德号中第二个字相同，前面是上会下远大师，那么这里呢？是上乘下远大师，乘就是承恩。有一个小说家叫吴承恩，就是那个乘。乘远大师，四川绵竹人。生于公元712年，这一年出现了很多大事，其中一件大事就是皇帝换了，唐玄宗登基，所以这一年有好几个年号，因此取年号的时候比较复杂。就是历史上这一年年号有好几个，那前面我们会介绍唐朝某个皇帝哪一年，这个地方呢只能取一个年号，这是唐玄宗太极元年，公元712年，大师诞生。同年出世的还有一位大诗人。杜甫，这是唐朝中期，
佛法鼎盛时期，跟前面两位大祖师一样，所以成为祖师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。这位大师呢，自幼聪慧过人，他也常常去学习儒家的教诲，精通儒学。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啊，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个礼乐，就是儒家的这种理念生活方式思想观念，在某种程度上好像给人以局限，就是心灵没有办法达到自由解脱这样一个境界。所以大师就一直在寻求有没有更圆满更适合自己的一种学问。24岁这一年接触佛法，一闻之下欢喜不已，觉得机缘在此，于是毫不犹豫就出家了。出家之后，师父就观察他的机缘，交代他到衡山这个地方去参学静修。那么他遵师命到了这个地方之后，先后亲近了一些当时的大德，精研过戒律，应该也了解过当时学佛人当中比较关注的一些法门，都了解过。那后来呢，亲近了一位重量级的大法师，那在当时绝对是佛教界的明星人物，不过今天很多人没听说过，学佛同修当中听说的也不多，那就是唐玄宗亲自赐封的慈明慧日三藏，三藏法师，跟前些年的玄奘大师同一封号，能称三藏法师的大德不多。这位慈明慧日三藏后世就简称慧日三藏法师，曾经到印度留过学，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到处去求法。而且在印度呢，他有一个奇遇，就是一次很奇妙很特殊的遭遇。他闻了很多法门，接触了很多大德之后，他心里面呢就有了一点困惑，说到底哪一个法门才最适合我。于是带着这个疑问又到处去参访印度的这些大德，大家呢就一一推荐他，说这个时代呀，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净土最适合。问了很多人得到答案都一样，但是心里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犹豫。这一天来到北印度犍陀罗国，北印度的一个小国家，地方上的这些民众啊就很热心的跟他介绍，说在那个山里面有一尊观世音菩萨特别灵验，大家有什么事不能解决的去拜这位菩萨，往往有不可思议的感应。
慧日三藏法师觉得这个机缘很难得，于是下决心要求见观世音菩萨，请观世音菩萨给自己指点迷津。下了这个决心之后，谢绝万缘，其实也没什么缘，一个人在海外嘛，虔诚的在观音菩萨圣像前礼拜，发誓如果见不到观世音菩萨，不吃饭不休息，我就死在这里了。你看这什么决心，求法。拜了7天7夜，第7天晚上，这7天一来一直没有休息，一直拜。半夜时分，就是正在拜着拜着，半夜，前半夜时分，传记记得很清楚，观世音菩萨忽然现身了。哎，这也是很多学佛人梦寐以求的事情。你说我什么时候也拜着拜着菩萨现身啊？也有这个可能，这不是在编故事，这样的事情在佛门中称为感应，有用诚心去感的，也有以善根去感的。善根是什么呢？这没有求，菩萨用一种特殊的视线来接引他，那是过去生中善根深厚。那么像慧日三藏法师，这绝对是诚心求的。什么叫诚心啊？一心死心塌地的去求，随便磕几个头那是没用的。观音菩萨现庄严相好身，在虚空中，三藏法师看到之后啊，当然感动不已，就马上把自己的疑问向菩萨提出来，就是哦，我要修什么法门，自利利他，不仅仅是自己修，就是我回去之后，我怎样更好的去弘扬佛法，去引导民众，请菩萨给予指点。观音菩萨直截了当告诉他，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，就这一个法门自行化他足够了，命中之后肯定会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与我。最后还补充一句，修持法门胜于诸行，修这一个法门超过一切行门，这是给他定心。因为前面已经遭遇到这么多大德跟他推荐了，心还是不死，所以菩萨最后给他吃颗定心丸，可以了，到这里安下心来修这一门足够了。说完，菩萨就像放投影一样关掉了，不见了。三藏法师本来这7天7夜下来精疲力尽，结果一见到菩萨，马上身体啊像充了电一样，感觉到比以前更健康更有力气。这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菩萨加持，拜菩萨不会白拜呀。另外一个呢，太兴奋了嘛，终于见到菩萨高兴啊。这两个原因叫感应，自己诚心叫能感，菩萨现身加持叫能应，感应道交，不可思议。三藏法师回来之后，沿途就介绍净土法门，见到皇帝也是推荐这个法门，所以皇帝很欢喜，当即
尊三藏法师为国师，所以这是当时明星级的大法师。那么有一段时间呢，三藏法师到广东一带弘法，离衡山比较近，于是我们的成元大师啊，也就慕名前去拜访，见到慧日三藏，成元大师也提出了自己同样的困惑：我要修什么法门？怎么修？慧日三藏法师跟他讲了一段话，传记中有记载，大意是说佛祖世尊收我们这些徒弟，教我们这些后世的佛子，难道仅仅是为了自我的解脱而已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岂是能人出世的本怀呀？能人就是世尊呐，因为他了解这个法师比较喜欢自修，所以才观机讲了这一段话。也就是说，佛法的宗旨是要慈悲济世，利益更多众生。如果只是单纯求自我的解脱，这就与佛法根本宗旨有一点不相应了。说完，三藏法师教成元大师依《无量寿经》去修念佛三昧。这一次参访给成元大师带来决定性的指导。成元大师回来之后，自己做了一番整理，也遇到了这么多大德，也参访了这么多法门，现在该是时候安下心来好好用一番功夫了。按照慧日三藏所教导的，成元大师定下心来，就在衡山辟了一间很小的房间，传记中记载是在一个石岩下面，可以联想那就是一个小的山洞，准备在这边精修念佛三昧。这一年大师31岁，很年轻，于是舍弃外缘，安心念佛。那有人可能会想，哎，前面慧日三藏不是跟他说了，不要只顾自己解脱吗？所以我们在听法的时候，最怕走两个极端。不要只顾自己解脱，意思是说自己也要解脱，但不要只顾而已。所以要听明白这个话，如果自己都不能解脱，你带着这一大群人要到哪里去啊？所以这地方啊，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千万不能走极端，走了极端就出问题。出什么问题？说了不要走极端，就是说在理解的时候不要只顾这一边忽略另外一边。有很多朋友在闻法或者看相关佛教资料的时候就会这样理解，佛教就是不要求自我解脱的，所以自我解脱不重要，应该多去帮助众生，结果一帮众生自己起了烦恼。什么缘故呢？因为自己
没有解脱的基础，因此在帮众生的过程中起了大烦恼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需要回过来兼顾。兼顾就是在利益众生的同时，不要忽略自我心态的调整。自我心态的调整说白了就是降伏其心，就是断烦恼，这就是自我的解脱。只不过呢，佛法的重点是关注一切众生的解脱，而我目前也是个众生，只是在利益众生的过程中慢慢的把我淡化，把我的烦恼淡化，这叫自利利他。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只管自己解脱，不管别人，往往会走这两个极端。所以慧日三藏这一番开示，不仅对成员大事有指导作用，对很多修行人都有指导作用。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两边，要么就是一股脑去做利益众生的事业，忘记调整自己心态，出了问题就会怨天尤人，我好心啊，我帮助人做了这么多事啊，我也护持佛法，为什么没有好报啊，佛菩萨怎么不管我啊，你看起了烦恼。这是因为忽略自我心态的调整。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吧，我早就说不让你做这些事情，起了烦恼吧，还不如跟我躲到深山里面，我什么都不管，不食人间烟火多好。这又是一个极端。所以我们需要不断调整。就像大家这几天在这边念佛，起什么烦恼我也知道的。有同学起了烦恼，我一个人在家谁也管不着，天王老子我最大，我想怎么念怎么念，来到这边还挑肥拣瘦的，还这个要求还那个标准呢，真受不了。你看起了烦恼，平常没有觉察到，平常我们都觉得我念佛功夫很了不起的，我一天无量寿经十部的，阿弥陀佛十万声的，好像自己都已经功夫一片一心不乱了。你看这才出这么一点点小状况，我们的烦恼比孙悟空还快，一个一个都蹦出来。这说明我们并没有真的把功夫用在心地上，也不错，能够用在形式上，也能慢慢的把我们的心态调整过来。在道场里面，大众以众靠众，有太多好处了。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好处就是别人跟我们的习惯不一样，我们要学着适应。你说这叫什么好处？我很不习惯。这个好处就是让我们学着心柔软下来。有不少学佛同修说我在家里面什么都很顺，一到道场就起烦恼。还有另外一些同修说我在道场什么都很如意，一回家就起烦恼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两方面的习气。一个是在家里面是总司令，所以家里面什么都顺，谁都得顺着。结果到了道场发现这些菩萨都不听自己的，所以就起了烦恼。那是随顺习气的缘故。还有一些在家里面呢，因为自己毛病多，家人看自己都不顺眼，于是就跑到道场，跟同修之间相处的时候总会把自己优点表现出来，于是大家都说哎，你很好，你很不错，于是他就很开心，一回家呢原形毕露，所以就很烦恼。实际上这都是我们现前学佛同修的常态。我们平常都是哄来哄去，这边也好那边也好，但是我们自己几时想过要在习气上去下点功夫？如果不是在习气上
做一点点调整，到最后，我们这点小把戏能骗得了无常鬼吗？所以这些地方我们需要冷静去面对。道场里面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同修，所以可以互相磨练，合理的叫训练，不合理的叫磨练。现在很多企业管理课程都这么讲，一个员工刚进来就要求他到车间做最累的工作，告诉他合理的叫训练，不合理的你就当磨练，你不从基层开始，反正上不去，薪水也提不上来，就这么简单。于是他就忍着耐着，慢慢习惯了。习惯了之后，他做了部门经理，有后面进来的人，他也这么跟他讲，大家都慢慢习惯了。习惯了之后，才发现其实那也不要命，只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去面对。大家都到念佛堂里来，多生多世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不是冤家啊！大家不要听错啊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，就是我们念佛人在一起，不是冤家聚会，我们共同聚会是为到净土去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因此要学着把我们有缘相遇的同修都看作是家人，一家人。念佛堂就是我们的家。这几天要过年了，很多人就想我要回家了。回家很正常，每个人都想回家，我也想回家。我想回净土的家。我自从出家之后，我差不多都忘记我家是什么样子，世俗的那个家。我真的没有家的概念，但是我对净土有一种舍不掉的向往。从一接触之后，就有这样一种想法。在我的潜意识当中，我这一生要回的就一个地方是真的家，就是净土。哪怕就是道场，我都不认为我能长久住在那里。我们念佛人要把心安在净土当中，动不动我要回那个家了，哪一天遇到逆缘，遇到要走的时候，你回那个家里正好几个冤亲债主在等着，终于回来了。你看我们长空师父前段时间回家送老父亲往生，想的也挺好，我们也都希望老人家走得自在，但怎么样，做不了主。几个孝顺的儿女用他们孝顺的方法非把你整死不可，他们要用世俗的孝顺跟你尽孝，别说你不念佛，你就是念佛，你想想看，平常没有功夫你念得下去吗？你在这边念佛，他在那边滴滴答答，他请了乐队，请了那个唢呐团，估计啊更孝顺的还会有歌舞团来表演。在青田温西这一带都有啊，浙江这一带风气更旺啊。你说我要念佛，他说没关系，你念你的佛，我们送你一程。这个时候不会按你的意思去跟你准备的，你说怎么办？这个不是平常我们意气用事，我一生气算了，我再离开这里，这个时候是一点做不了主了。所以相比之下，我们眼前遇到的这一点点小不如意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但是话说回来，这一点点小不如意我们都不能承受，你想想往生的时候怎么面对。还有一种说法，放心吧，阿弥陀佛都会安排好，那也可以，那些也都是阿弥陀佛安排的，只要你愿意去面对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些地方我们需要把它放宽了去看待去理解。道场的缘就是大众
互相成就的愿，要有一个大的心量，进来包容每一个有缘同修，后进来的要包容前面已经进来的，不包容也没办法，人家已经先进来了。那先进来的呢，要学会容纳后进来的。其实只要进来，没有先后。像百川之水流进了大海，你还能分得出哪一滴先哪一滴后吗？分不出了。学佛人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把内心的烦恼心结给化解掉。道场以众靠众有太多好处了，当然在家修行也有在家的好处，但有一点，在家必须要有高度的警觉，否则很容易懈怠。举个例子吧，大家这段时间在这里天天没有电视看，有也就是那个和尚在讲经，一群和尚在念佛，在家随便看看电视没人管吧，一不小心看两个小时也已经很少了，讲讲是非，偷偷懒，理由都很正当。大家自己对比一下，年轻人在随便玩点游戏，网上再逛两圈，有一点点什么打麻将爱好的，再随便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一个星期打个几十麻将，这一个期就过去了。每天还能念四个小时佛，我相信已经是很精进了。有些朋友也说嘛，不是讲随缘嘛，修行就在生活中，这全是借口。要会修才懂得在生活中，不会修那不知道修到哪里去了。所以没有高度的警觉，在世俗的因缘中很容易堕落，哪怕自认为很精进的人一不小心就堕落，就懈怠了，过几年人都找不到了。所谓人都找不到，最初很认真想修行的那个人找不到了，还能保持爱，我还学佛，我还信佛，这已经相当不错了。所以我们自己要冷静的去把握。因此有道场大众共修的缘，大家要珍惜。如果个人修行警觉心足够高，当然它有一种随意自由的便利，就是我想怎么修反正没人管，这也没关系。其实现在呢，我们也没管太多，只是希望呢，我们一点一点把世俗的习气呀，用在念佛上，这还有一个过程，大家往这一方面多去理解。远公大师就是这位成远大师，开始一个人修，但是很快就招感一些有共同志愿的修行人来跟着他一起修。这位大师呢，在我们十三位祖师中是最不容易介绍的。什么缘故呢？因为记载少，没有任何著作。那有人说，这怎样会把他推为祖师呢？我也思考了好久，好像想明白了，这是最需要为我们做示现的一位祖师。这位祖师用实践证明净土法门的修行。他没有著作传世，但是他身体力行，一生都在精进念佛，而且不是短时间。这位大师圆寂
是在公元802年，712到802，大家算一下，90还多一点。注释这么长时间，从出家到找到自己安心修行的法门，中间有60、70年的时间，都是在精进念佛。开始的时候呢，因为一个人，所以没有人关注。当时一个人弄一间小茅棚在山上。精进念佛怎么念呢？波州就是行波州三昧，这个顺便要介绍一下。也有些地方念佛同修尝试着去行波州，那有些念佛同修也一直想了解什么叫波州，哎，我们有没有必要行个波州？了解一下，那就知道怎么回事。波州是梵语，翻译成中国话叫佛力。波州三昧就叫佛力三昧，佛就是我们看到的佛，力呢就是站立，佛力在这个人面前。它的全称是十方现在佛悉力在前，或者悉现在前三昧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三昧修成了，十方世界的现在佛，不是过去佛，不是未来佛，就是现在在十方世界的一切诸佛现在这个人面前，也叫诸佛现前三昧，就是一切诸佛悉现在前，想见哪一尊佛不用打电话，诸佛现在眼前。这是果报。那因是什么呢？修这个三昧要非常专心。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三昧行起来比较难，其实难还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是什么呢？专注。专注不容易。难就是90天一直走绕佛，不能躺下来休息，也不能坐下来，也不能讲闲话。90天哦。所以要求对一般人看来比较高，对我们今天来讲可能难度会比较大，对古人来说其实啊是都可以尝试的，因为古人都走路啊，我们现在坐车坐习惯了，走半天路感觉要命，走不动了，古人一辈子都走路，所以走对古人来讲都不是最难的。90天不眠不息，饮食呢一天吃一餐，如果可以尽量少吃，乃至念到忘记饮食，这是形式上的要求。而更重要的要求是什么呢？思想要专注，就是盯紧了一句佛号。波州三昧经里面有一些具体的要求，偶尔可以分享出来跟念佛同修做个勉励，念佛人用得上的。比如真正念佛，我们应该把心思放在佛上，不要想前面，不要想后面，不要想左边，不要想右边，不要想白天，不要想晚上，不要想男，不要想女，不要想肚子饿，不要想肚子饱。慢慢的把身心都收摄在一句佛号上，90天，那做到这样专注，三昧现前。
相当不容易，不管怎么说都了不起。那么这位成员大师呢，就是用这个方法念佛的，所以这需要极大的毅力。最初的时候，因为他住的地方偏僻，所以来供养的人不多，有人供养他就随意接受吃点东西，没人供养呢，肚子饿了就山边的这些野菜野果才来吃，从不在意。那可以想象有一餐没一餐，所以没有多久的时间，大师人呢就瘦得皮包骨头。那后来有些人慕名说，哎，那个地方有个苦行的人，大家都去找，找到之后看到，哎，这个是那个成员大师吗？看看不像啊，怎么衣服穿那么破烂，大家都以为是侍者。后来找了半天没其他人，才知道哦，这个就是成员大师。以后大家慕名来跟他修行，有主动提出要给大师建个道场，大师不反对，就是你们要建道场你们就建，也不攀缘，建好了还有钱怎么办呢？剩下的钱就拿去做其他事情。大师也很有广告头脑，就请人在这个悬崖上，在十字路口，在最醒目人来人往最多的地方写下佛号法语。这就是一开始慧日三藏所教的，不能只顾自己解脱，也要随缘接引众生。大师都在做。后来慕名来访的跟大师修行的，传记记载上万人啊。那个时候又没有我们现在这么便利的媒体资讯，这是什么缘啊？不可思议的法缘，德行的感召。大师又不善于说法，靠什么呢？就是靠这一种实践去招感，一个传一个。远在庐山有一个修行人，就是后面的世祖法照大师，有一天入定，他修禅定入定，定中神游西方净土，见到阿弥陀佛，这一拜拜下去，抬起头来看一下，咦，这阿弥陀佛左边怎么不是观世音菩萨，是一个比丘，而且穿的衣服呢居然还是中国唐朝的衣服，破破烂烂的，衣衫褴褛。法照大师就疑惑请教阿弥陀佛，哎，这个修行人是谁呀？阿弥陀佛就说了，恒山成员。那法照禅师就出定，知道怎么回事了，这个修行人就是在恒山修行的，他的名字就叫成员，记住了。出定之后就慕名去访，见到成员大师跟在定中阿弥陀佛身边看到的一模一样，当即拜他为师。后来就有了一段佳话，叫生即是佛，生就是活生生的。成员大师人还在庐，还在恒山行波州三昧的，但是他已经派了一个化身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当侍者了。什么样的人才有这样的功夫待遇，敢得阿弥陀佛亲自替他宣传？为什么呢？法照禅师跟他有这个缘，让法照禅师在定中去见呢？那绝对不是法照禅师一人之力，那是弥陀愿力摄受。因为法照禅师没过多久就受唐朝代宗皇帝的恭敬供养，尊为国师。然后法照禅师就说了，说我的德行啊
还不够，我有一个师傅，道德高深，皇帝您应该拜他为师。”皇帝说了：“那没关系，我先拜你为师，然后我下一道圣旨，把你师傅也请来。”然后法照禅师就介绍说：“我的师傅就是南岳衡山的成员大师，但是他坚持在山里面修行，所以皇帝应该请不来。”太宗皇帝斟酌了一下，心想也是，这样一个道德高尚之人，对任何人都没有求的人，他不在乎一个皇帝，更何况如果皇帝真的有诚心，不应该随便下圣旨去招请，应该主动去拜访。哎，皇帝一想嘛，我也挺忙的，哎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彼此都不麻烦了，所以就当着法照禅师的面，向衡山的方向磕了三个头，这就算我见过他了。这皇帝也很会找台阶下，可是思来想去，后来一想，不行，不表示表示呢，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愧对国师，于是最终还是下了一道诏书，送了好多供养，这一道诏书就把成员大师的弥陀寺改成了播州道场，播州就这么来的。有没有听说这位成员大师啊，多年以来精修播州三昧，而且瑞相不可思议，不仅仅是活着的时候阿弥陀佛那里就做侍者了，就在他修行的道场，很多人去都有不可思议的感应。所以皇帝呀，就认为那这个道场应该给他一个特别的名字，播州道场。那后世就以播州这个名字来作为道场的代表。成员大师一生以实践来为念佛人说法，其实这个法门真的就很简单，简单到什么样呢？念佛就好了，就是有人来念佛就好了。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简单，所以我们需要复杂一点。我要说大家来都念佛就好了，外边人慢慢就传了，那个师傅一点本事都没有，就会叫人念佛。所以我们也要变点花样，花样越多，这些居士们信众们就说了，哎，那个师傅真有本事，又会做经忏，又会搞法会，又会写字，又会画画，又会弹琴，又会唱歌。哦，外面人就说，哎，那个师傅真厉害。如果一听说那和尚就会念佛，大家都没意思了，哎，又过不了多久，本来在身边的这几个也跑光了，念佛谁不会念啊？哎，所以时代不同，在十三位祖师中，也就我们这位圆公大师一生没有改变这种形式。所以传记中也记载，先后去的成千上万的人，也有相当一部分大失所望。我到这边来是想慕名啊，亲近一下，说阿弥陀佛那边已经这个做侍者的大德，看看能学到什么真本事。结果亲近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那没什么，就天天念佛。所以陆陆续续换了不少人。这在为我们证明念佛其实并不难，真的就是一句佛号，能坚持到底定有成就。其实一切法门都是这样，你真修实修就是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准有成就。那有一些朋友会问，什么叫坚持到底？你先坚持着，不到底不要退就可以了。你不要问什么时候到底，其身无底呀，要用我这一生的时间去坚持，那叫到底。不过是阶段性的。大师圆寂前生死自在，把大家召集来要走了。弟子们问有什么交代，
说了八个字，八个字跟八大人觉经一开端讲的大意相同。八大人觉经一开始，世间无常，国土危脆呀。大师就说了，国土是脆弱的，各以努力，并没有其他玄妙，就是这个世间是很脆弱的，是很无常的，哪怕你拥有国土也很快就消失掉，更何况我们也根本没那么大福报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会在一个晚上变成别人的。你看亿万富翁，前段时间报道的台州一个亿万富翁，在北京一个晚上一家人死光了，煤气中毒，几个亿几十个亿的家产一夜之间变成别人的，变成谁的他都不知道。所以真正明了这个真相的人应该自己早做打算。怎么办呢？来念佛了，好好念佛。这是三祖南岳波州远公大师。那我们从这位祖师的生平中了解到，我们要学的其实就是专注的念佛，这就叫老实念，并没有太多玄妙，希望大家共同勉励。好，阿弥陀佛，谢谢大家。